是照片真还是人真？傻孩子。终于回家了，他一定早就想回家了，没想到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回家。如果早知道，我一定会早点把他找回家的。我是他姐姐，却不知道怎么帮他，只好给他去宇宙。但他最后只被关进这小小的框里。Jason 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他这么神秘，又不希望珊珊被其他人骚扰。次都会抖内珊珊送给他全宇宙，我想他一定很爱珊珊，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你就是 Jason 啊！这是我唯一能够为他做的一点点事情。小时候，我拿的理所当然，但都没有想说要分享给他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他，妈。其实你一直都很爱珊珊，对吧？但我必须要隐藏起来。对不起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恨死我了。每周六晚间9点，《地狱里长》。